灭惑嘛，达到金刚智慧。若甘草即等须弥，说你甘草堆的再多，像须弥山那么大，一个火柴就把它烧掉了。投一个芥子火，很少一点火，就把须弥山的这一个心呐、都烧掉。形容词，说你闻了佛、供养佛这一点点的功德，就像芥子火一样的，把你的所有的烦恼、苦难全部烧光。这供养佛的少功德，一定能够断烦恼至涅槃。雪山有药名善见，见闻嗅觉超重疾。雪山上有一种药，不论你有什么病，或者见到了闻到这个药的，还没有吃呢，闻到了，把你的疾病都消失了呢。拿这个做形容词了，形容词了，形容说你要见佛、闻到佛的法，得到殊胜的功德，就能到佛的智慧。见闻识利呢，就是佛，佛就是识利字。这是重诵啊，前头都详细讲过了，此地不再重复讲了。尔时佛身力故，法入世故，十方各有十不可说百千亿诺由陀四界，所谓东容西莫，西容东莫，南容北莫，北容南莫，边容中莫，中容边莫，十八相动。所谓动，片动等片起，片起等片起，容片容等片容，震片震等片震，吼片吼等片吼，急片急等片急。这十八种啊，每一样都有三种。每样有三种，表示世界震动的现象的了。就是此法的力量，华严法的力量，自然而产生的，加佛的神力，世界的六种震动，每一种震动呢有三种相，三六十八种相。同时天上像降这些个雨，华雨，华云华雨，盖云盖雨，床云床雨，翻云翻雨，云之中形容有雨，寡说云，云就标雨，还有图香云，庄严聚云，云就是形容多，没法数量，不可计数的意思，形容词。大光明摩尼宝云，诸菩萨赞叹云，不可说菩萨各差别身云，每个菩萨的身是功德相的了，功德相的那个身啊，像云一样啊，种种庄严。与成正觉云，就成了佛了，严净不可思议的世界云，成佛是正报，每一个佛都有一个世界，叫三千大千世界。形容词，完了佛必说法，与如来音声云，从面无妨解也。如十四天下，如来神力如是实现，就是在南瞻部洲这四天下啊，是这样实现的。那么其他的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入世，令菩萨皆大欢喜，周遍十方一切也悉入世。
这些咱们在长行里头以前都讲过形容词啊，赞叹佛的功德的神力加持所得到的现象。事实十方就是这个时候十方界现象啊，各过八十不可说百千亿诺有托佛刹即为尘数世界外，中间经过的八十不可说百千亿诺托佛刹，一个佛刹是三千大千世界，嗯，但是为尘数的这么多佛刹，这个数不是真凡夫这个毅力所能知道的，这些都是与会的，都是十一地大菩萨了，普贤菩萨跟十一大菩萨他们都知道的，他们就像咱们说一二三四那样的形容词啊，各有八十不可说百千亿那个佛刹微尘数如来，一个佛三千大千世界就一尊佛呀，这无量的世界就无量诸佛，这些佛的佛名号叫什么呢？同名普贤，普贤如来啊。这些普贤菩萨，这些个普贤如来都现在普贤菩萨的前，都到了现代说法的普贤菩萨，像摩娑婆世界毗卢遮那佛前的普贤菩萨，现在他前，同时对他说：“善哉，佛子，说你很了不起，你很好，乃能成佛的神力。凡是菩萨说法呢，都加佛的神力加持的意思，有所本，有所思，嗯，就这样嘛，能够随顺法性。”对吗？就是随顺一真法界的体呀、啊，随体而来说的，演说如来出现不随法，演说佛成道出现于世间说法的众生，嗯，那你能演说这个法，啊，我等就是这个八十不可说百千亿诺多佛。我等是指这个说的，嗯，啊，十方，这个说法的佛是代表一方，十方都有，每一方都有八十不可说百千亿诺的佛刹及文殊，同名诸佛都叫普贤如来，在各个世界。各个的佛刹中皆说持法如来现象，就像如我所说，十方世界以诸佛以如是说，就是跟你所说的同一样，佛子啊，今此会中，我在你说法这个法会当中，十万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都按照你这个如来出现的法门得到一切菩萨的神通三昧，我等呢皆于受记，我等等字就是八十不可说百千亿诺由陀微尘数如来，得等到这么说佛啊，皆与受记，给哪些受记呢？给这些个在法会当中的闻到普贤说法的这些个菩萨都给他们受记，受的什么记呢？一生文法这个现生一生都能成正等正觉，同时
佛刹威神入的众生，发而多了三藐三菩提心，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觉悟心，我等也有受记。这八十不可说百千亿诺多为陈述这些佛，也给这些个为陈述的众生发了这么心了，受记成佛，这是未来啊，不是当前的一个法会菩萨。那这未来这些个众生，只要闻到此法门的，闻到如来出现的，闻到这法的，与当来色，当来就是未来了。未来经过好多时间呢，佛刹不可说的微尘数劫，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劫，时间很长了，不是一生了啊，经过无量无量劫的生，也得成佛，也得成佛。同号名字，成佛的名号都叫佛号殊胜境界。我等为念未来诸菩萨闻此法故，皆供护持八十微尘入佛刹这些诸佛，微尘入佛护持这些众生，入此是天下所度的众生。现在你说法这个是天下，说不世界这个是天下，那么的呢，十方百千亿诺由陀，无数无量，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的法界虚空等，一切自众一切世界中所度的众生，皆已入世。咱们有常说呀，有个数字不可知，没法说，有神仙数字，这个超过神仙了。神仙还是众生，这是诸佛的普贤菩萨的恒愿。尔时十方诸佛威神力故，就在这个八十亿微尘数佛刹文殊佛的受记当中，在这个时候，十方诸佛的微神力加持，毗卢遮那本愿力。毗卢遮那是咱们本土的佛，发入世故。法而入言，就是智言入世的法，这个法呢是法界之法，就是这样子法入世啊，法界就是这样。什么经常念吗？广大入法界吗？广大到什么程度？这才指八十亿的这些诸佛，这才一方啊，和十方呢，还得加个十来乘啊。同时能闻到这个法的，张某都说更广阔一点，能够闻到《华严经》的法的，法如是。你能闻到，就是你的善根力，善根力如是。如来的一切字字念入世，不越如来的念。如来因缘不是实，是吧？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有缘闻到大方广佛华严这个法，闻着如来出现品，缘成熟够，
不会失掉世界因缘的，随时觉悟诸菩萨垢，以法令菩萨的解悟。往昔所作无失坏故，往昔你所种的善根，不失坏，能够成就普贤广大行，就是普贤恒愿啊。就法门来说，普贤恒；就行说，因必弃果，普贤行，其如来出现，显现了一切是自在。佛的智慧实在，十方各国实不可说，百千亿诺陀佛刹即为尘数世界外，这离这好远呢。过十不可说，百千亿诺陀佛刹为尘数这个世界之外，这个世界之外啊，各有十不可说百千亿诺陀佛刹微尘数的菩萨来意于此。前头说那个八十亿是指着诸佛，现在说是指着菩萨，都是行普贤行的菩萨，充满了十方一切法界，同时示现菩萨广大庄严，放大光明网，震动十方世界，震动一切十方世界，坏散了一切诸魔宫殿，消灭了一切诸恶道苦，显现是如来的威德，各种赞叹如来无量差别的功德法，普语一切种种语，这语是形容词啊，这语就形容一切法，同时呢，示现无量的差别身，领受了无量诸佛法，以佛神力。这些菩萨来的时候，假他本佛的神力，他所在的世界，他的本佛神力加持他，各作誓言，都表达呀，表达他的感情，说善哉佛子啊，赞叹娑婆世界的毗卢遮那佛的座下的普贤菩萨，就是说这个如来出现品的普贤菩萨，说善哉佛子，乃能说此如来不可坏法，这是称法界性，法界法无能坏，没有什么能够坏到此法。佛子啊，我当一切皆名普贤，十方微尘数世界万来的这些菩萨，实不可说百千亿佛刹微尘数，有这么多的菩萨，一个名字都叫普贤。我们的佛国道叫做普光明世界，普闯自在如来所。满意菩萨的本佛叫普光明世界，普闯自在如来，从那个地方来到此处，来到娑婆世界菩提刹普光明殿，彼一切处以说四法，我们所来的那个地方也在说
如来出现。文句义理玄说一点没差别，一样的皆通于此啊，不增不减。我等皆以佛的神力故得如来法，因此来于此处干什么来了呢？唯汝作证，证明你说这个法的殊胜。就像我们来到此地，十方等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的四天下，以弗入世，以弗入世也来作证，给你证明你说此法。尔时普贤菩萨成佛神力，观察一切菩萨的大众，那这个法会就大了，这菩萨众也就多了，都不可说不可说。聪明如来出现的广大如来，广大威德，如来正法不可主坏，这才是如来的真正的法，乘法界的法，没有能坏者。闻到此法的所种的善根不空的，诸佛出世必具一些最胜之法，佛出现于世间具足了这个最殊胜的法，善能观察众生的心呐、随心说法，随所应说法，未成实时，不会把这个时机啊错过了。能生住菩萨的无量法光，法有光明，法所上的光，菩萨闻到持法，就有持法的光明。一切诸佛自在庄严，一切如来一身无异，自在庄严同的，无论佛说好多，多少微神说，只是一个神，一即一切啊！这咱们前头讲了，从本的大行之所升起，做法门呢就是大横啊，做修行呢就是大行，都是从他本来行普贤行修此法门。而说颂言，下头这个偈颂啊就赞叹这个的，但是记住十种原因，一个是成正觉，一个是转法轮，一个是凡是众生见到此法门的，见到闻到生欢喜心，生善念，就是闻到这个法门所得的利益。闻到什么法门呢？出现法，如来出现，如来出现就是如来的心，如来的智慧所显现的。那所说的这个法门呢，是缘因一眼，缘因一眼是圆满片满的因生，叫缘因。这个境界像是什么样子呢？无量，没有境界，就这个含义。那所发出的智慧般若的光字也是无量的，没有境界的境界。动静自在，涅槃真如，大般涅槃就是佛的庄严，
动即是静，静即是动，就智跟静一个，不动字啊，定是不动，以定而生的智慧，那呢，法身即是佛的报身，即是佛的化身，是一如的，莫待此中取分别。是吧？这个佛现在的是出现的时候，是他因地所行的。现在出现给众生，让众生的心解。那么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从开始发菩提心，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实一地五位圆满成熟了，成熟了。一切如来住所住，世间譬喻无能及。如来所利益众生事业，如来所有修行的成就，那世间法怎么样显示也显示不出来，无能及就显示不出来。为令众生得悟解呀，非欲为而显示，就是让众生能够进入，没有比喻的想方设法说些个比喻，普贤语气啊，如是微妙甚深法呀，说如来出现的这种微妙的甚深法，百千万劫难可闻。说你遇不到的，经过百千万亿的那么长时间也遇不到。精进的智慧调伏者，有精进不懈的智慧调伏一些烦恼，乃能得此得闻此闹必闹意，才能够闻到这种甚深的不可思议的必闹的道理。要闻此法身心庆，必称供养无量佛。要是闻到这个如来出现品的法门，生大欢喜，生欢喜心，不怀疑，那么呢，必称供养无量佛。那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闻到的了，说的过去多生供养无量诸佛，为佛家子所摄受，才能得闻入世法。闻到此法了，得到的人天赞叹常供养，你接受人天的赞叹供养，是为超世第一财。什么财呢？法财。此能救度诸群贫呢，此法门能救度一切众生，贫是类啊，众生种种类都能得到救度。此能出生清净道，汝等当此莫放疑呀。普贤菩萨说如来的出现，他自己也入世进修，普贤菩也入世进修，住行相地十一地五位一宗，就是五位全都圆满了，就是具足了理智万恒。说如来出现，如来出现，这一下都是玄谈了，大家可以看书抄嘛，这是很玄闹的，玄闹就很深广的，
咱不做解释了啊。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